王强，你整理整理心情，我给你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了你还来摸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难了？亲爱的，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了。谢谢。开始一段你的新的恋情吧，真的。没有我唱歌好听的。王强歌唱的不错，但我总觉得你不应该选择这首歌。对，你是要暗示姑娘这个还是不了情吗？我给你唱歌吧。啊，三号丸子哥啊。嗯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。啊。那个，这才是高手，哄女孩的高手。你跟我说说你这首歌想表达什么意思，我听听。没有，我看女嘉宾，我要给唱首歌吗？我感觉你这一首歌哄哄我闺女还行。我应该适合哄吗？其实这首歌啊，我觉得送给宝宝是其次，让孩子他妈妈心里能舒服一点。对对对，接下来生活还要继续呀，一切都要振作起来，精神。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，接下来再不会那么难了。嗯。加油，姑娘，缘分天使送给你。